Hello，大家好。今天我要介绍这把个 plastic 的刀哈。这一个刀它的刀头是不一样的，不是这个东西不是放刀片的哈。你看到这个 gap 吗？OK，这一个 gap 是我打开来看一下啊，它的东西藏在这边啊。它里面有两把刀，一个是弯的，一个是直的。通常我是用在这一个啦，这个比较好用啊。这个普通刀片也可以做得到吧？只是它的这个厚度有点不一样啊，比较厚一点的这个。这个没有用的我就放回去。OK，刚才只要讲的这一个这个 point 这个地方哦，是这一个洞的，是这一个洞的。我放下去，然后这个。推上去就锁死了，就锁死了。OK，这条线我做一个示范给你，因为我们我要把它割开，先做一个示范。这个是我的尺，这样子啊，我会从这里拉到这边。大家看一看啊，浅浅的，拉到几道就可以了。OK，已经断了哦。一下就好了，OK，到顶，可以看到这个，刀工还可以，好的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观看、订阅和分享。